厦门79一位烤肉自助，猪排、羊排、牛肋条、大肠，这个厉害啊！蒜香排骨、扇子骨啊！厦门刘贤德自助烤肉，鸡排、鸡胗，这底下鸡翅、鸡胗啊，法式烤排、黑椒肉片、牛肉粒、剔骨啊，这边圆圈肥牛，然后这个五花肉，这边还有扇贝啊、生蚝啊。然后底下培根呐、烤肠各种的。上次他们家的饮料就惊艳到我，北冰洋，都是品牌的啊。这个在超市要卖十几块啊，兄弟们。还有这个也要十几块，东蒙特饮，哇，全是品牌的啊。这边是水果啊，这个是我的最爱，这个不便宜啊，哇，开烤啊，这个是电烤的啊。哇，蒜香排骨看着不错吧？哇，哇，哇，哇！
继续烤啊，羊排，羊排，蒜香排骨，哇，猪排，猪排，自己烤，火候一定要控制好啊，这个给烤糊掉了。啊，有点焦了。排骨，嗯，完蛋了，完蛋了，哦，我都拿过去，拿过去，我这个是猪肉，这个很大，很厚，看看，但是我喜欢吃啊。我看它上面写的小香猪啊，确实很好吃。底下是骨头，牙都嚼酸掉了。刚才那个是猪排，这个才是手香猪啊，这个它纯肉，嗯，哇，热骨头，哇。骨头，哇！坐在烤炉边是热啊，那就这样吧啊，看不出来是脏嘴脏，我们今天见，明天见，我们天天见，拜拜。